咱们来日常抗金。前曹操还是诸葛呢？还是卧龙诸葛吧？火攻傲章，黄龙翔天，离火灭世，贴火熊熊，燃尽不屈。熊熊，燃尽如屈。真爽，四排两血太标准。为后得者，难受多福。吾奉主公之命。前来讨贼，将军厚德。白银狮子呢？白银狮子呢？速速来降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孙尚香能睡一下不知，所以说不知不会直接那个死。哎呀，任务都完成了，只可惜了。我等级说实话真的有点，不是有点低，是真的挺低的。速速来降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把进攻马给去了吧，防御马去了。能不能把傲庄给砍了？剁了。哦，他有啊，那就可以了。将军厚德，受之无愧。以御外患。劫道。他居然还有桃子。身体要紧，雷杀司马一族，没事，心可诛。他会诏书在此，不得放弃。这个傲章也是真牛，把自己解了。今日之夜，树某不能前往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可否替我赴约？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。雷杀，闪，乐不思蜀。收下我的心。九，杀死郭皇后，可惜人家是一张闪。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还行还行。嗯，话说为什么不给自己？虽然是莫傲其一。今当稳固内政，以御外患。铁锁连环。把自己解了。今日之夜，树某不能前往。我就是智慧的化身。我就是智慧的化身。
给孙尚香，别给我。给香香，别给我。为厚德者，能受多福。吾奉主公之命，前来讨贼，将军厚德，受之无愧。速速来降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为厚德者，能受多福。应该还能定盘一次。前来讨贼，注意了，这里 X 为场上反贼数，是存活的反贼。好，杀出连弩的可以，还杀出四个装备。我放你一条生路。雷杀。妾身定为我大卫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赴约，无懈可击。杀！这布置也 是太厉害了，既杀了郭皇后，又杀了咱们的傲章。你跟布置各回，你让布置回一些吗？火攻怎么比得上骑射来的痛快？夫居，身体要紧，哈哈，有点骚。他好，我也好。这牌足够让孙尚香不死了。勤而不争，勤而不挡，可以的，自己摸。无懈可击，可以啊。阵者就准备面对天地之威吧。董宇，你挡一个吧。今日之夜，树某不能前往。君厚德，受之无愧。主公之命，前来讨贼。为厚德者，能受多福。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一条生路。将军厚德，受之无愧。这盘游戏跟我几乎毫无关系。前来讨贼，速速来降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你咋不上天呢？乐不思蜀。为厚德者，你咋不上天呢？这排队只有杀了吗？现在？身体要紧。夫居，身体要紧。火杀闪。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给他一张，他就这样。漂亮。
八卦阵给点力吧。想杀不至是吧？援军已至，看你们往哪里跑！射石引雨，闲无虚发。无中生有，铁火熊熊，燃尽无躯。黄龙翔天，离火灭世，我就知道他会亮这个。我就是个天才。将军厚德，岂是无愧？黄盖是个内，黄盖应该死了吧？没桃子了吧？哦，还老有桃子。风灯，可否替我赴约？你拿桃子，你拿个装备，你拿什么？还当一切都逃不过拿个啥？我就要杀。主公之命，前来讨贼，后得者将受多福。好，你磕个桃。速速来降。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哇，怎么感觉是两个人的世界？我不懂。孙尚香布置的两个人的世界，看见没？他们都是无果的，可是齐心协力。我跟董宇也是齐心协力的，但问题是什么？但问题是，我跟他好像弄不到什么东西。挡自己吧，挡自己吧。树某不能前往。你可以挡自己啊。孙尚香这样子就是弃两张牌之后还能回血，你还能节省一张杀呢。小伤杀二十。就是智慧的化身，我就是智慧的化身。乐不思蜀，香香还有装备吗？中中生有给布置，对，然后布置还能让一个人摸一张牌。将军厚德，受之无愧。火攻，火攻怎比得上其射来的痛快？再杀一道寒当，气寒当的吧，好像只能气寒当的。情而不争，群而不挡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好，乐不思蜀，可以，冰凉也挺关键的，可以啊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无中生有。现在是他们两个人世界 MVP 应该是布置吧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